三小只再次集合，王源、易烊千玺为王俊凯断桥打 call。 13号，王俊凯主演的新电影《断桥》今日上映，王源和易烊千玺纷纷转发为他打 call。 三小只再次集合，之前王源工作室、易烊千玺工作室都包场支持王俊凯新电影，感谢收看。